好吧，大家好，我就是班老师。现在我要教的是木香鼓教学。木香鼓就是低音低音的木香鼓。啊，好吧，就是我的木香鼓就是这个，或是我们的木香鼓教学在学校教的木香鼓。那我在音乐教室、音律教室教木香鼓，那就是云琪老师教我们的，好吧？现在开始讲，就是念谱的音叫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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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好了，我们再一次，就是噔噔是这大是大噔是那那嘎噔是大嘎噔是大的那个，开始再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哦，是的，再见。好吧，我的木香鼓测试的教学，这就是 Part 1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。